今年我77，早七八年了，又看了谈了500多人了。我就是想找一老伴儿，跟我做个伴儿，我也不要钱，也不要房，身体好的，能互相做饭啊，互相做饭，能出去旅游，他管我的生活费就行。抽烟的、喝酒的，糖尿病的、高血压的、气管炎、心脏病的。一谈就都出来了，一谈就有病，那就不能成。糖尿病吃不到一起，大米饭都不吃。有的他穷，他就想要钱。有的男的还说，咱俩上一起过，咱俩一家一半钱，你拿2000，我拿2000。我说的那就做饭，你做一个礼拜，我做一个礼拜。他又不干了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